嗨，Hi, 大家好，我是黄友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友谊问答。那这一期呢，我们情况比较特殊一点，有一位同学呢，他其实呢，他的侄子呢有这个呃 OCD，也就是这个强迫症问题。那现在呢，正在看着这个精神科医生啊，那精神科医生正是说他有这个童年的恐惧症啊、嗯、等等的。 那他想通过风水呢，来协助他的侄子替他改善啊他的这个 OCD 的情况。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来协助他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例的呃细节是什么。依着这位同学的描述呢，他的侄子是家中的长子。 是现在睡在乾卦方的房间，而且呢，这整间房间呢是漆上了这个绿色的颜色，也就是说一个火象，导致什么呢？乾卦为金，正卦长男为木，现在有金克木的一种情况。而且呢，因为这个漆的颜色的关系，现在呢，呃，绿色是一个火象，火会耗泄这个正卦。那他续着说，呃，请问老师。 如果我叫他睡在坎卦方属水，那么窗帘现在的颜色是深灰，也为水，和墙上的漆全部换成这个苹果青、木木比旺或中蓝色，水深入木，这样的做法对吗？那思维方面呢，这没错哈、哦，但是里面有技术上的问题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。所以呢，呃，通过这位同学呢给我的这些资讯呢，接下来我将告诉你。 如何去对待啊这个风水？如何来协助你的侄子呢？改善他的这个强迫症。好，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强迫症本身呢，它其实跟什么五行有关系？那它其实呢是跟这个金还有木这个五行呢有直接的一个关系，因为金木相克的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会导致一定性的一个矛盾。 而这时候能量一有矛盾呢，就会有冲突，会有冲突的话，就会有不良的效应。而这时候木本身呢，像这长男嘛，对不对？他用正卦来代表，正卦为木，木被这个金来克的话，这时候会带出这个神经紧张或者精神方面的这个问题，或甚至这个筋骨方面的问题。当然，这里偏向于精神方面的问题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调理这个金木相克的这个问题。那么当中呢，也是有这个火象，也非常重的一个火象，因为整间房间呢七层这个所谓的火象，火象呢会耗泄这个正卦。其实以一个火为急，木为怒的一种配搭，所谓的五行的这个象征，那么它会带出什么？这个神经方面的一种压迫、紧迫。 那甚至呢一种精神方面的压力，OK，啊、呃，因为一直在耗泄嘛，一直在紧张，一直在急着嘛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其实是呃很不良的。也因此呢，我想强迫症的导因也由这样的一个组合呢而导致。那我顺便提一下，就是这个火象啊，像整间房间砌成一个火象这种颜色哦，这时候它不只是在风水方面呢会导致这个影响，很多朋友说。 风水方面，其实颜色并不重要，因为颜色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样的一种实质的影响。我说，在学风水的大家，你们必须要懂得像素问题。在这宇宙里面呢，没有没有用的东西，也没有没有用的像，任何一种形象的成立，它都带出一定的能量。因此呢。 这个火象本身哦，像整天就是一个呃，这个红色嘛、绿色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火象会影响到什么？个人的精神，也就是所谓的一种内五行的一种影响。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呢，看到说，包括我们在办课哈，呃，其实什么课程该用什么颜色，我们也蛮讲究的，因为不同的课程呢，带出的是不同的那个气场哦。那这时候只要有一定的气场。 具有一定的格局，而这时候颜色就是用来配搭，包括一些朋友，可能你们也应该知道吧。我们人穿着的颜色也会影响着我们的一个吸引力，对不对？外在的一个所谓的吸引力，对吗？所以我说，五行确实是会对风水影响，它更加会对一个强迫症的人呢，导致更加不良的影响。现在的这个格局确实是对这张纸不利。 那么这位同学呢，虽然只是上了我们的基础课哦，那其实思维方面呢基本上没错，OK，只不过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五行方面的那个需要调整，好比那个深灰色它不属水属金，那么这个呃蓝色它基本上不属水也是属木，所以这方面的五行呢需要多多去认识哦。那思维方面整体上基本上 OK，那我们来。 这个谈一谈，呃，这位同学所建议的这个方位，呃的使用，就是他其实提到说要把他的直子啊移到这个坎卦方，对吗？去睡，那么把床移到坎卦方，也就是这时候是对的，因为坎卦方属水，正卦长南属木，这时候有水生木之象，水生木就会加强我们的能量，OK，所以就会改善我们等等不良的那个所谓的能量场，所以这是对的一个方案哦。 那么，因为窗帘是深灰色，还是属金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建议呢，把窗帘换去那个水象的一个窗帘。但问题是，以颜色的角度，窗帘如果说是水象的话呢，基本上只有黑色的窗帘是属水。这时候你可以选择采取什么样一种方案呢？你可以选择一些窗帘的波浪形的图案的，明白吗？波浪形的，如果有波浪黑色系列的，那更加好。这时候呢？ 这个波浪形也带出了一个水相，所以哦颜色不能着手，就往形状去着手。OK，那么你有提到说把整间漆成那个苹果青哦，那么或者用这个中蓝色这些都行哦，因为木木比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能够强旺房子里面住的人呢，任何的方案尽量去用哦，就是这样子说。那这位同学呢，你有提到说。 直指的这个书桌其实是摆设在这个对卦方，对吗？信息同步了哦。那么在乾卦的房，也就是金的房间，坐在金的这个卦位来读书，那肯定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你建议说把它移到正卦方，对吗？那这个方案行吗？可以。OK，为什么可以呢？因为还是一样以五行来看，正卦为木啊。呃 这个东方也为正卦，也为木，所以木木比旺就会加强它的这个能量，对它是有帮助。那你问说还有什么卦位可以用吗？当然有，啊、嗯，跟正卦一样属木的还有巽卦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另外一个其实更好，也就是这坎卦。当然，在坎卦方面，可能如果说在一样的这个空间里头呢，已经被它用来这个呃，就是当成床位来睡了，那这时候就 OK，就没问题了。 只需要把它现在移到可能震卦或巽卦方，那其实就事半功倍哦。所以刚才你所提的方案呢，其实都可取。那我说，所以我说你的这个呃思维啊、哦，基本上都对。好，那也因为这个 OCD 啊，强迫症啊，它其实当然我们从风水方面呢，能够尽量去协助，就尽量去协助。那我还是。 强调一点，就是有机会的话呢，呃，可能带他来上我们命运运的课程，因为里头呢，我们提到很多这个呃人性方面的那个五行作用，还有实质的，就是说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如何去运用我们这五行与生活，甚至调理自己的思想、情绪还有行为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带他来到现场上课的话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甚至可以呢，直接就是在场指导他。 因为我之前有过经验知指、哦、导过就比如说忧郁症啊，甚至包括这个强迫症，包括有自杀的案例啊等等的。那么通过五行来做一个人生指导，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来到现场呢，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快。当然，看医生是固然重要，但是来到这里呢，调理一下，了解多一点啊、哦，那么可能更加直接的去引导他如何正面的来运用五行来看待人生，来了解人性，甚至了解自己。 为何会陷入这种强迫症的一种关系啊？这个环节，那么可能会更加有利，对他更加有帮助。毕竟人为什么会做人做的事呢？一定有原因，对不对？每样东西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。而这时候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把现在的果当成因，要看现在的果的因到底是什么，而处理那个因，才能够连根拔起。 好，所以讲到这里呢，啊、呃，真的啊，就呼吁你呢，把它带来上课啊。那其他的呢，就按着你信里面所提的啊，那么去做，思维上都没错。按照刚才向你调整了几样东西之后呢，啊，那么更加具体的去协助他。那么我就希望你呢，呃，成功，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好，那这一期呢，我们就谈到这里吧。那么其他的课题呢，我们下一期再继续再谈。So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.